家长有话说。看到他会越来越 steady， 之前他会紧张，现在他没有了。他们不单只是可以互相配合，有默契，所以我觉得很不错。唐诗是很好，因为现在很多孩子问他唐诗什么，他也不懂的。就是当他们读了过后，他们才会有那种感情，他们还有很大的进步啦，其实是很不错。